后面他就像江一昌教练讲的，就设定到就会出棒。嗯，那这个球呢比较低的变化球啊，郭天信硬是捞成右半边的安打。对，两个好球的状况之下呢，面对一颗滑球哦，低角度进垒，不要打应该是坏球，接近保护式的一个挥击哦，可是却还是把球带到了右外形成一支安打。对，其实前天郭天信的两支安打也都是这种巧打。嗯，刚才几乎是单手的延伸啊。对，拉回来，在一二垒之间穿了过去是安打，郭天信已经开始往三垒跑了，所以一局下半龙队一二两棒都敲完。哇，所以今天的庆祝动作是好像在卖萌啊。对对，刚才这应该是一个所谓的跑带打的战术执行哦，也跑者郭天信先启动了，但是陈品杰他并不用去做掩护哦，他只是正常的去做一个挥击哦。那他当然也意识，身为左打者，他也意识到说，在一垒有人状况之下，一垒手是顾着垒包的，所以说一垒之间的洞是比较大的哦，所以强拉也穿越了这个一垒的防线。郭天信时间非常的充裕啊，滑上三垒，没有人出局，一三垒就有跑者。那陈敏杰这支安打出现了，最近连续四场安打，连续九场上垒，单场三支二，但是之后好像又稍微冷掉。这个球受到挤压的出棒，滚动缓慢的滚地球传给二垒这边封杀。不过拿莫这个滚地球带有一分打点，郭天信跑回魏全龙队的第一分。对，这个球受到挤压打得并不理想哦，不过也是因为这样的元素哦，所以说这个滚动是比较缓慢的，那要抓到说有一点速度的这个南摩一样是比较困难的。只有办法抓到往二垒跑的陈品杰，所以对南摩来说至少啊是有打进打点，对，算及格了这个打线。一出局，一垒上变成了